第三首，我们有请到我们的陈俊夫老师为大家所来指挥的这首曲子叫做《彩云追月》，掌声。谢谢陈老师，我们请三位指挥再次来到台前。哎，我们三位指挥老师请再次来到台前。我们法师有准备了一束大大的花要送给三位，然后请所有我们今天表演的伙伴也站起来，接受大家热烈的掌声。我们2013灵山论月群芳会。妙阴阳在这里要画上了句点，也非常非常的欢迎大家留下来跟我们一起用晚餐。我们也请我们校长到我们舞台前面好吗？谢谢。好，校长今天会弹。如果每位校长都像我们朱佩恩校长那样的话，学生一定成绩都很好，至少我是啦。好，谢谢谢谢谢谢我们三位老师，谢谢我们朱佩恩校长。好，我们今天2013灵山论月怎么样？成功耶！好，那我们就期待2014的灵山论月喽。